短发超美的苏米惊喜变身。4月10日，苏米通过个人 IG 公开了自己惊喜变身短发造型的照片及视频，闪闪发亮的美貌吸引视线，短发迷也超美的美出新高度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到，原来留着长发的苏米变成短发了，也换了新发色，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许多。苏米可说是最受期待的 JYP 未来女团成员，近期因为参加各式综艺节目而积累了不少人气。除了惊人的才华之外，苏米开始会受到许多关注的原因，就是她那让人看过一眼就无法忘记的优越混血外貌。非凡娱乐，整理八道。